酷的小鳄鱼驾着潜水艇在海底寻宝，这个时候有只巨大的灯笼鱼追上来喽，抓准节拍帮助它逃出去吧。小鳄鱼的潜水艇吸收海底水晶的能量才会继续前进，如果抓准时机精准吸到水晶的正中间，获得的分数就会越高，但是别乱吸一通哦，记得要看好船上指定的颜色来吸收水晶，而且还不能没吸中，要不然灯笼鱼就会追上来咯。看似简单的设计方式，却隐藏着音乐游戏的精髓，抓准时机帮小鳄鱼逃出升天吧。